嗱，經常有朋友問我嚟到泰國曼谷，一家大細小朋友嚟到咩好玩呢？梗係有嘢好玩啦，尤其是今時今日喺泰國曼谷嘅散 Paragon 上面咧，開咗個好大嘅小朋友天地喎。呢、這個小朋友天地雖然世界各地都有分店，但係泰國呢個係全世界最大啊！咦，話小朋友天地點解嚟到國際機場嘅？係你有所不知啊！為咗等家長同小朋友玩得更加之開心同投入咧，於是乎呢個嘅接待處就擺到成個機場咁樣啦。嗱，辦妥手續之後咧，就可以登機啦。啊，唔係登機，係入場啊。咁大家就有呢啲嘅手帶，咁基本上爸爸媽媽同子女全部都有。咁子女咁喺裏邊身在何方？唔緊要，有佢就可以 check 到，知道爸爸喺邊，仔女喺邊啦。咁跟住咧，呢個登機證其實咧就係呢個入場嘅票嚟嘅。咁跟住入去咯，可以搭飛機咁樣。咁仲有呢個 X 光 check， 不過係假嘅，其實做樣嘅啫。OK， 吸。入咗場之後咧，首先經過呢個通道啊，係咪好有呢個飛機艙嘅 feel 咧？咁啊，但係咁矮嘅，同埋啲畫畫得咁低嘅，梗係啦，俾小朋友睇噶嘛。小朋友啱啱經過個高度啱啱好啊！哇，入到嚟簡直別有洞天，另一個世界。呢個小世界裏面有樹、有地、有天、有雲、有醫院、有地盤。甚至乎有呢個街招路牌，同埋呢個大家都熟悉嘅 7-Eleven 啊。不過最緊要梗係要有小朋友嘅參與啦。每日家長同小朋友咧一到早上咧就開始如觀進場，因為你依度可以玩足一日。小朋友入場4歲到14歲，價錢咧就係650匹，家長咧就400匹，過1000匹玩足一日。但玩之前咧，首先要开个户口。点解要开户口呢？因为小朋友喺度会开工做嘢，做嘢梗系有钱嘅，有钱咪要储钱咯，储埋啲钱咪可以使钱咯。嗱，呢班小朋友学做 DJ 啊，虽然系泰文广播，但系自在玩啫，冇所谓啦。雖然我細個嗰陣曾經有幻想過希望去可樂汽水廠做工，做咩？做跟車送汽水，因為好 man 啊嘛。咁但係講真，跟車送汽水好辛苦嘅，嚟飲汽水就差唔多。小朋友喺度咧，可以親自動手做一支自己嘅汽水出嚟，咁幾有教育意義嘅。由一個空樽開始，逐個 step 啊，教曬俾你，跟住自己整完之後，卜一聲，一支汽水做咗出嚟啦，係自己親手整嘅，都相當之有教育意義啊！當然有教育意義啦！記得細個參觀汽水廠嘅時候咧，都係得個睇字啫嘛，冇得俾你搞喎。呢度就唔同啦，可以俾小朋友親自搞、親自撳掣。嗱，呢度咧就係小小大世界裏邊嘅 studio 啦。咁小朋友嚟呢度就可以學習成一個電視人咧。呢度咧有化妝間，亦都有服裝部，兼且有新聞報導嘅地方。咁小朋友喺度咧就可以學習打燈啦，同埋揸機啊各方面。咁有個 concept 之後咧，知道啊，日後咧，若想做電視人咯，咁跟住咧，努力讀書，10年之後咧，可以幫王維基手啦。點解一定幫到？10年後仲唔發牌？發到啦啩？4歲以上小朋友亦都可以去呢個車行嚇、去車行買車，唔係係學揸車啊。所謂學揸車，當然唔係呢部車，係呢啲車。小朋友花少少時間喺度學習呢個模擬駕駛，跟住係咁以考個試之後咧，就可以去嗰度揸車。揸咩車？咪揸呢啲車仔咯。小朋友除咗可以喺度學揸車之外，仲可以學入油噃。嘿，學完入油之後咧，仲可以學整車，做呢個車房仔、車房嘅小朋友仔，就呢邊啦。系咁以教识一啲同汽车有关嘅知识嘅，教你知道咧边个螺丝摆边个位，边个泵把怎样怎样咁样。都似模似样噃，着埋衫，瞓埋话，跟住亲手去入油，但唔需要担心里面系冇油嘅。有啲
就去做車房職員。呢度就係為小朋友而設嘅監倉啦，大家見到啦。監倉上面咧有碌架床啦、洗手盆啦，跟住就有呢個鐵欄啦。咁於是乎咧，小朋友要記住做好人，否則的話咧就有機會會坐監嘅。但係現實生活嘅監獄咧就唔會咁容易俾逃獄嘅。呢度就係警局啦，小朋友嚟到咧換上一條警褲，加埋警帽同埋警衫之後咧，仲有啊。咁就成為呢個警員啊！咁兼且裏面咧仲有鑑證科喎、啊，哇！真係做戲做到足。嗱，話咁快，呢班小警察咧就要開始行必啦。希望我哋唔好撞到啲好壞嘅壞人啦、啊。咦，老麥都有？莫非要有包賣？除咗有包賣之外，仲有得教你做包添啊！嗱，呢个就系老麦嘅小厨房啦，小朋友喺度咧就可以尝试自己做个包，做完之后自食其包就攞埋去食都可以嘅。咁但系咧其实唔系免费噶，小朋友嚟到呢咧其实咧系可以扣钱同扣数，甚至乎搵钱喎。因为咧佢嚟到呢个时候，譬如你去洗车也好，或者帮人哋做警察都好，都有酬劳。于是乎你收收埋啲酬劳嘅话，就可以拎嚟呢度用啦。呢度所学嘅嘢真系多元化，好似呢间房咁，原系教做戏。哈哈，學識咗做戲，日後做人咪唔使咁難咯。咦，呢度又學咩咧？要學跳舞，要做 dancer。擺低啲錢，跟住咧，首先要學呢個健康舞，跟住仲有現代舞，跳下跳下都幾得意噶。哇 ，San Pellegrino 嘅商場百貨公司都有喎，莫非入去就係學做售貨員？喂，到有啲牙好污糟嘅，有冇刷牙嘅？咁於是乎小朋友咧嚟到呢度，仲可以學扮牙醫啊！咁可以咧幫佢睇下牙，原來啲牙係咁樣蛀法嘅，或者咧就幫佢刮下啲牙石出嚟啊，咁樣，哈哈，真係相當有趣，慢慢坐啊！嗱，呢度咧就係消防局嘅地方啦。小朋友們如果想學呢個救火英雄嘅話咧，嚟呢度可以有曬服裝、道具、帽同埋靴啊。咁跟住咧喺度上一個好簡短嘅課程，然之後咧就可以化身成呢個救火英雄啦。咁仲有水可以俾你射添噃。話咁快咧，有事啦，火燭啊！於是乎咧，消防車出動啦。小消防員咧坐上呢個消防車。就專人咧就慢駛到現場，你睇下小朋友穿上消防英雄嘅衫，都似模似樣噃，休好條褲啊老友。嗱，火場就喺呢度啦，喺小朋友一嚟到啊，馬上咧要開水炮，但其實所謂開水炮都係做樣啫，只要一埋位，水炮自然咧就會發射，等小朋友揸下水炮扮下射水，咁佢又開心。大人又开心，开开心心做场戏咁咪算咯。好嘢，啲火熄咗啦，小朋友归队啦，翻去啦，冇事啦，俾啲掌声佢哋啦。原来呢个俾小朋友拣嘅职业咧多到不得了，连速递嘅工人都有，都好等小朋友知道速递工人嘅辛苦，第日唔好俾咁多嘢人哋拎啦。甚至乎日本小厨师都有，有日式厨房，哇！连医务人员都有，救伤车出动啦，好惊好惊好惊啊！哎呀，真系担心嘅啫。真係誇張啊！成隻飛機搬咗嚟，咁據稱咧，小小大世界喺世界各地嘅分店之中咧，有部分咧裏邊都有隻飛機，但係講到最大隻飛機咧，就喺曼谷嘅呢一度啦。
做飛機師咧係唔少朋友嘅心願啦。咁小朋友們如果想學揸飛機嘅話咧，喺呢度咧亦都有啲簡單嘅模擬駕駛，起碼大家知道哦，飛機師嘅辛苦咧係怎樣怎樣，同埋工作大概係點樣點樣。不過更有趣嘅就係呢一度每天開業之前咧，呢度嘅工作人員咧都會唱歌跳舞，有曬做手，有曬造型。都跳得好开心噶！职员咁投入，小朋友嚟到都一定可以好投入。于是乎，如果你都想参与呢个童工小世界，就要嚟San Pelagon呢度啦。